心有一点清凉，规咱的元神出现。咱即马是将着这个心放会开，拢是咧传，上苍这个本领啊，是咱传法一天起，啊，要让咱顺到这个天意啊。上苍伊的降临，是咱传达无形的心，这是咱讲到源头的灵气。咱爱顺着通灵的顺心，一条会稳的情感，咱再来讲回到咱的心不在，真理安定的灵性，现咱出家顺天，无形行过正天灵，五出在世，咱的心清。一点天元道之灵，爱咱教会先天神。我有一条正天的灵气，转一清净咱这条灵魂。上天伊的法门，爱我老家这呢啊顺的心意啊，代表上苍这条神，这是咱即马为主体。我用着这点天元的真意来代表无形伊的顺达啦，显露是灵发性，顺咱转是天灵，无形现去拢是伊，大宝传灵顺定。即世我用着清净这个开口来代表着阿宝啊这条神。这是咱出家的现场，转伫咱即马顺母的心意。晴天拢是顺家，爱咱恢复正法神，咱以原来的灵性，只有转一清净，伫咱会当讲的正路性，咱才带有先天金母啊这条灵魂，现伫这呢稳。一心意，我只有来讲定落来顺妙啊。天元伊的灵气来讲着这呢啊顺的心性，咱爱有这呢啊清的本性啊。无形伊的天灵，咱爱行向先天心，有咱这呢啊清的性意啊，这是咱原来。的顺定，金宝啊来讲，这呢啊清的家，是咱有这条清澈的天性。金宝啊，甲咱讲，这呢啊稳定，灵源伊的本意，道灵开源道心，咱爱以清净的天家，落伫这呢啊稳的自在。今日咱是要照着这个气来传出着这个气的内容。今日气有真顺的力，因为这是咱传的，照着咱母啊这个自然的法，生着咱即马在世间，咱咧喘气，会当有着母娘啊这个元能的知识。今日我将着上源头这个灵性，自然生这种法力。这才是咱原来的出身呐。上苍伊的定性，是咱一条无形证。我爱有这呢清的灵气，转伫咱这呢顺的心灵啊，现伫咱这呢稳当的天性。我只有来讲顺家无形，真元天意才是灵性。予咱来讲出家，才是天性。伫我找到清净这条心，阿母啊，爱予我这呢啊清净，因为这是单纯。今仔日是咱的纯粹，我才有母娘甲我之中，
我才会当讲团无形这种灵性，因为这是相通，就是咱即马讲动啊，移动，动就是空，咱即马咧讲的叫做出窍，窍就是空。本来咱这个窍是塌的，但是咱经过着母娘啊，甲咱教，咱练去，将着咱即马暗的这个空，甲拍开。所以讲，有诶讲叫做玄门，有诶讲叫做玄门关，是咱行过这点灵气，爱咱倒转来顺家的心，是原来这个本性，是咱取着清净这尊神伫遮，咱爱拢是顺天的灵性，拍通咱顺家的心情。一点嘛，你有这样啊静的心，咱再来讲出家的心，有咱随着通天的真意，带有咱母娘顺家的心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性。现咱有定这尊神，无形伊的灵魂，爱咱专注清净的心，这是咱回报。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么清净的心，真觉显露是顺灵，爱咱转回本性，这是咱上界自在。今日咱用着心来讲，杀出着原来咱的无义，穿过着咱即马上界平静的心灵。我也爱我有这么啊顺的气。来恢复清净，咱即马一心。今日我只有照天心，降伫我这粒无助的心，安尼我才会当讲通灵，回甲这么清楚清净。因为我即马这个心无想、无念、无妄、无执、无所求，这才是咱清楚的天性。今仔日我只有单纯阿母啊，这个理念呀。所以讲，我用着中正的理来讲出着我心要讲的这个话，这条路，这是通假有这么啊清楚。我即马定会条心内底这个内心，因为定，咱只有定甲真深真深。我嘛唔知影讲要定假，咱即马。外深外底啊，所以讲我这个定，家己我嘛唔知影讲会当定个什么什么模样，只有照着咱的变化，顺着自然的显明，这才是我传法的天性。这个因缘啊，亦不尽，所以讲我要讲的是无终无始。现到咱这么永久，这么久长，会当讲万万岁、万万年，这才是会当配合着这个天来运行着咱现住时所有的生命生长。这就是我开发这条灵性，要恢复原故这尊神明。现咱有定顺路性。爱咱转的上天神，是我即马对得到。我即马这粒心嘛，只有提升，见咱老母啊，这条本性，活甲这么啊整齐，这么健康。现咱若三花齐顶，五气调元，咱这个身体啊，就会当健朗健壮。用安尼来表示。咱才知影讲顺家的天命，三化其顶就是正气神，正你若清，若饱，这个气啊，你若足旺啊，这个神啊，伊就定会落来。咱人就袂白痴，袂戆戆，啊，咱人就袂敢若亲像讲神经线加不完，气消乱乱念。今仔日咱这个生命。那真正，你这个精若无够，
啊，你的神啊不足，你定袂调，啊，就破病。所以讲，这个三元啊，三花啊，你要甲调到上界源头，迄、那个纯清之境。人咧讲炉火纯青，就是你的功夫爱练到有甲相当的堪赞，你才会当调和你的精气神。咱道的三宝，五气调元，就是佮配合性情，对咱金木水火土。你爱用土来调和咱东西南北，配合这个中，安尼才会当行中立中庸之道。这个中是为遮来。上苍伊的显明，爱咱转来先天的气，咱有一条清澈的天命，咱再来讲顺家安咱的心呐，无形伊的发生，爱咱来讲通灵顺即世啊。今日咱就用心，伫即世人啊，咱念祖师的道理，较早的古语，啊，较早。的字代表啊，拢结做伙，因为过去的字无亲像即卖纸，啊，甲找这个大本，是用竹啊去刻字的，或者竹竿、竹管、竹啊甲管咧安尼。所以较早的字、的经，啊边啊有一个铜星啊，就书铜啊，打咧，啊老师用镜，所以较早的册毋是像咱即下要出去讲。扎两本啊，较重要诶，有无？啊，就当讲咧一礼拜、一个月有无？啊，像我扎一本大本册哦，我讲二十几年啊，啊，讲无甲现主持诶，即个第二页去。一本大本册会当讲几啊千页啊，我才会当讲破啊皮，二摆甲咱即卖第一页安尼咧开始呢。是咱知影讲天外悬，地外低啦。修行的人啊，你要真正做会到，啊，毋则来讲天有做大慈悲，地有做大忍辱，咱人爱大考验。你若无考验嘛，你关袂当过啦，难关袂当过啦，啊，你都无法度亲像河啊，就是咱即摆讲河路啊，即个抽离宝坎啦。啊，咱来讲到这里。咱讲甘露有无？沙，咱即马讲死面啊，甘露一滴啊，伊就会当沙骗沙有无？这个死面有无？大家拢知影这个道理啊，要来了脱着烦恼。今仔日母娘伊伫遮咧讲的，讲这个道理啊，嘛是要让咱每一粒心拢会当清净，莫搁伫咱即马这个凡尘啊。莫阁入伫世间，或做畜生六道，你直接滚袂离。咱人拢是会当要抗家己收会调的喎。咱即马这粒仔若咧疼喎，迄粒仔屁唔敢抗。但是若看别人生粒仔有喎，迄粒仔屁有喎，一直敢抗，唔惊别人疼啦，爱别人倒。这是现主是自私感嘛？咱人心不平衡啊，不平等。母娘嘛是爱咱大家收回咱现主是这个心灵，你这个德爱增高，你这条果爱行正道，你才有法度了脱。咱即马讲叫做苦集灭道。伫咱有共同啊，这个共识要达成，甲咱现主是啊的止境，咱的涅槃。这才是咱讲出着灵元灵气啦，来到着无极，这个心境啊，现路是咱即马天意呀、啊。母娘也是咧甲咱带路，嘛是咧甲咱讲开始，自然安尼生起的啦。因为天生啊，伊在成啊，成咱原来喎，不属生，不属恶，不属作，不属欲，欲欲。安尼，这是咱原来啊，这个庐山真文物就对了。这就是咱要行的中央、中和、中立啊，这种真法啦。无形界就是无要让你有比较，无要让你有计较，
不爱让你骄傲，不爱让你有家己的自省，你家己好就好啊。所以讲，咱即卖咧讲上善若水啊，就是表示伊啊不争功，什么拢愿意去做。所以讲刀啊，伊就是金刀，咱再用水啊来代表咱修行者来甲你上界善的力量。所以讲，再用着这个水来代表着咱即卖咧讲的啊，所有的刀都是敢若亲像水来去配合。水啊，咱人啊叫伊去做啥，伊袂甲你怨叹，袂阁煞来甲你创一挂，互你讲伊无爱迄种态度。你要叫伊去创毒流水，你要去创伊讲啊，咱即马讲即马疫情死去有无？要去洗迄个肉体有迄个水有无？伊嘛是拢共款去，伊袂讲第二句无爱。所以讲是安尼，咱来讲有无？咱修道人爱亲像水。这么柔顺，这么柔和的原因，是咱现在在讲话啊，不要有气咳咳。现主持的人啊，若稍微知影哦，杀一个啊，菜头粽啊买有无？就敢若亲像要甲伊摕起规丛安尼害，这是上无公平的啦。敢若等你家己有无？现主持啊，你会咬尔尔，你会长就棒棒。这个社会不是安尼啦。今仔日，咱咧讲话，咱对谈，一定爱有柔度，有真心的用意，不是用大声咧吼的，不是用敢若无读册、敢若鲁莽咧。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我过去无讲伫法会场，一日外口穿甲真有素质，大家拢足尊重伊咧。忽然间讲三字经啊出来有无？佫讲几落摆？阿面阁变起来，安尼就唔免讲阁观音法啦。咱阁有穿衫，释迦佛祖就观音法啦。因为释迦佛祖有听观音的普音品啦。安尼你一出火，就将着你所有的功德也烧了了啊！啊，你安尼讲你是哦，什么善事无？人啊，你都唔知你家己做的是生做什么款？显露是这条良缘呐，爱咱回到这么清净。今仔日你只是重视外表，内底你根本也无进步啊！内底你这些杂草啊，也无治啊，拢全杂草啊！啊，你要安怎讲用伫这条道路？要安怎转去？这条路都全杂草拢甲你夹咧啊！人别人是杂草一直撮，撮一挂粮草，会当医咱即马即个心病。即种粮草，即个粮草会当咱丹田的神呐、啊。即才是咱归元正道啦，神圣啊，要倒转来源头找位啊。献咱一条正法神啊，转咱道家，这是顺天。有咱这么稳的灵气，我嘛希望大家啦，包括我啦，会当搁较清、搁较自在这种解释。尤其是咱即马讲头人嘛，理事长、常务干事，咱这个理干事无，咱所有的表现，咱的灵啊，你爱受到进步，因为你爱不断的要求嘛。咱家己，你的训练有够，爱用着你现主持即马即个常识去体会着咱即马要安怎做的工课，这叫做任务。所以讲，有诶讲要做是要安怎做，你爱逐工训练，训练到有重要的任务，你爱去担，爱去应场，这就是咱讲的平常的理啦。等到你应场的时阵，你灵啊，甲对方的灵啊，啊是甲无形虚空这的灵啊，有一个感应，有一个感觉，你感觉心啊会清凉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做的这种效率啦，效益啦。
现咱有定顺路性，爱咱转呐清天的心。今日咱嘛爱只头啊，我咧讲理事长代表母娘的基嘛、的家嘛来到位啊，但是有迄个运呐，但是伊家的义有无？爱搁较清楚，啊，这就是爱家己调家己啊。平常时你训练那两点钟，你今日做头。要互伊较认真咧，要互伊较清楚咧。咱即卖家己要互较明咧，你出家要代表母娘的威来教，你上无嘛爱五六点钟，一天啊，你若加四点钟啊，四年来你甲看，啊，你真正用力啦，你这个神呐，伊会当更加搁清、搁深。所以讲，一个人要成就家己。只有安尼来以你的心来应付尔尔，无其他啦。要以你的心病啊，这就是你过去做不到的啊。啊，你慢慢怀疑啦。今日我会当徛伫遮甲你讲啊，总是有巨大的力量啊，要让我伫遮传啦。啊，这是母娘的权威啊。母娘要让咱这灵力哇，咱这灵的不足。伫只抽签啦，伫只修补啊。现咱有路，现世灵，转咱一点起同心嘛。今日这个灵啊，若无清啊，灵你若无明白啊，咱现主持的福气卦、黄帝卦，甲咱这个周文王的卦，甲咱即马讲周公、孔子有无？伊所谓十亿个，你敢若去甲咱即摆讲，你含雷霆电器啦，母娘要入着，迄个咱即摆讲八卦祖师有无？迄个先天的卦有无？你着戆刷刷，东西南北你着毋猜，行甲皮皮喘有无？这边嘛毋是，一边嘛毋是有无？迄着是现场啊。但是你毋知有感觉啊，无感觉我阁毋知。啊，这就是要让你考试啊！这就是要让你真正知影，多你爱认定着咱即嘛正方向，这个目标去行去做啊。所以讲，咱伫脚踏地有无？爱大忍着啊！你爱耐有过，你爱受着现主是这个电波有无？一直咧甲你饲有无？啊，饲甲你真正欢喜心嘛！无形界啊！是要你真正一世人，予你这个灵感，你有感觉甲心内底啊。显露是顺天意，清净啊，则是路神啊。外表嘛爱好无唔对，但是你重视外表这个力，啊，这是一半尔尔，一半是无多成品啊。我常咧讲半成品啊，有无？皮薄挑啊！唔知好歹嘛，真缘现来是灵气，因为我是要请用嘛。唔知我即届特别安排有无？咱所有出去外口巡视的有无？要互伫咱即马讲奉献宫，伫啊这个力量来甲伊斗敬就对了。迄是我的用意啦，但是我的用意有可能母娘的用意嘛掺伫遮，只是力大力细尔尔。啊，有诶讲，我咧甲刁难，是随在人讲诶啦。但是你来看，咱所有物件现出来，甲人无同，你着知影讲，母娘伊真正用心、用人才啊。显露是灵发性，转咱归元是天命。见人才，毋是中我，嘛毋是中理事长，是中。整个的花花园，母娘的用意是安尼，毋是干呐金庙会，是母娘的花园呢。你包括天上圣后、关圣帝君，所有的千岁王爷、三奶，拢是母娘的花园，因为拢是伊的囝，是包含遮尼宽啦。这是咱顺着现主持的灵性。要让咱转到这条清心，今每一个人这个灵啊清心，
你就是倒转来本性，灵性灵光，长极光，金光明，金光体，金刚体。所以这是咱传达的真相。你今日要做一个金刚体，你的话一定要逐字拢正确确。你每一句拢会当助咱人啊，好清楚。无知啊，变知道啊，这就是咱的知觉。今日咱要讲的是万气的根本，不是干那讲你咧喘气一条气。哎呦，我今嘛这个心思，我做好就好啊。莫去烦别人，别人若莫侵我，啊若侵我，我就该输赢。过去无讲张公义迄个有无？因囝讲啥？哎呦，啊我今嘛就讲来一部一个车一个批有无？就寄到北京去。因为隔壁要起厝有无？啊甲侵着，伊讲老爸啊，隔壁要起厝有无？啊侵着咱的地有无？敢若有侵着？啊！你看，你正伫北京咧做官，啊！如果若准讲，伊若甲咱侵着，看是咱要来起这个兵有无？起咱的将丁啊，盖输赢，啊是要用告的，咱来甲告。因老爸甲回批啊，伊讲只是离袂开着，咱即卖咧讲隔壁这个通风巷离袂开着三笑，但是三笑你安尼用心，吼、哦，各位故乡。啊！这个批来到北京，啊！来甲我讲这个代志。啊！你如果伊若准讲伫中心点，你让三笑，敢会安怎哟？咱人啊，会公信力有无？甲咱这样咧量产呐，拢有三公分的压缩力啦，无可能讲你对中就对中啦。唔知咱怎样讲爱老红火行啊？路有无？你若十二笑的有无？你若要起厝，还是讲要创啥有无？一边还阁杀过三千，这才是咱姊妹咧讲的，咱现主持的设施啦，是咱原来现世的灵气。咱再来讲兑现顺咱的心性啊。伫咱姊妹咧讲桥梁，因姊妹这个路边这个有无？人要卖，吼、哦，啊买啊，人去看，讲哇，啊这阿嬷还阁退头要一顿啊！啊，一顿煞无肉去啊！所以讲，你爱知影这个政府啊，伊的政策啦，唔是你即马讲讲起来有无？咱买拢买到遐啦，但是你要建设一定要求，佮求到这么长期的话，你就唔免下啊。显露是真元的灵气，转咱瞬间这么清，显咱有无是定路性。转咱落家是现世神啊，是咱有这点青天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兑现顺咱的母心，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气，因为咱种种的话拢是配合。今仔日咱的生活，自然生咱呢，咱一定要有变化，唔是母娘伊讲一句话，咱就对一句话。是照着这个话的内容，伊的实情，咱会当阁甲伊解说，会当阁甲放较宽。啊，这才是你真正知影讲这个道的大，唔是道简单一条呢。安尼我就免举例讲孔子，伊上爱迄个颜渊，就是颜回啊。伊所有道要好，放好这个颜渊，但是颜渊啊，伊叫去做官伊唔嘛。但是，伊只有这个大个厝无，都干那四面壁呢尔，啊，甲一个水缸，啊，甲伊今个煮饭有无？一个碟仔缸，所以讲这碟仔缸底饭啊，食饱，卡一个水缸水啉啉的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伊是真聪明、真巧啊。孔子若讲一条路有无，伊就会当想甲十条，这么满足，这么丰富啊。所以讲，伊是伫三十二岁就过往啊，过往孔子大哭啊，天啊，你要灭我的道，到尾啊，则慢慢有哦，来个孟子有哦，这个意思。所以讲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啊，
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命。今仔孔子交代曾子，曾子交代伊个孙啊子孙，子孙来交代着孟子，四个嘛。我所以讲，伊是用安尼来讲有无？咱再来讲宗族，咱讲氏族嘛吼，啊，甲咱即下来讲着孟族嘛，啊，甲咱讲亚圣啦吼，啊，甲咱即下讲复姓嘛，复姓就是咱即下讲颜渊啦，伊三个伊无娶某嘛，是咧即四个娶某话拢离婚，安怎讲？拢是为刀奉献嘛，爱某挡袂掉。从过去走到的，不是单单啊，在这里爱牺牲啊，种种都拢牺牲啊。孔子因囝嘛比伊较早死，孔子啊，是咱来知影讲一点灵源的灵性啊。这世人你要做啥？你还佫有诶咧讲话无？佫有偏见讲出来？敢真正你这么无品？今仔是要收回本性、本能啊，迄种素质，是咱照着母娘这个圣意，落来凡世间，咱已经累累世世啊。唔知来讲，咱过去若真正有含我过去的有无？来甲咱即马讲周先栋啊，你真正灵来去见到无？唔是小夸，安尼哀哀咧咧咧。是大哭，上无半点钟以上。张警官啊，我若定咧甲学无，伊着笑甲怪怪叫去。伊讲迄我着无法度个，但是人伊即摆行到安尼有无，嘛小可有成就啊。过去伊五十几岁咧，吼，啊着含我过啊，过一摆尔，伊着非常体谅啊。但是伊当开始个时阵哦，因为学幼管啊。啊，有关啊了，生理就较淡去啊，哦，较无啊济生理啊，伊就去咱即摆咧讲诶，迄、那个菜市啊边啊，台中上界老街咧菜市啊边有无一间中药房，伫啊共掠灵按摩有无？十多年，啊再去学着即个手术刀有无？啊再去读册，你看嘛，伊用心嘛，所以讲。是一个人，你真正屈会累无？你要做真低层的啊，这款工课无？啊，佫说咧啥？牺牲家己，人要摕物件给伊哦，伊拢佫考虑的啦，无乌白共摕啦。啊，这就是咱一个人做甚物代志的宗旨嘛。宗旨就是本性啊，你的决定啊。显露是正天命。传咱有路现世理，是咱家己这个心嘛来做，因咱无爱家己骗家己嘛，啊，这是现事实的嘛。伫你正骗家己，后满你轻生的，拢一直浮嘛。啊，这就是咱即马讲叫做假真呐，啊，假善人呐。显露是真发生，爱咱转个这么顺，会天命。是咱原来这个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甲稳定咱这个心，有这点灵的精，咱再来讲团呐，这条心，今日来看修道足多满山遍，但是你要叫伊讲出着伊真正心内话有无？讲袂出来。平常时，若伫遐咧泡茶有无？伊话真多。啊！若大场面诶，要叫伊起来讲两句啊，有无？将我甲吞落去，好诶物件吞落去啦，吐未出来。今仔个倒法，泡茶时阵呐，咱将着无重要甲吞落。大场面诶时阵有无？咱甲吐出来，将着咱心内底即个精华，上界水开诶，上界重要诶，即种真心话，甲放出来。迄才是真正研究啦，要多就是要迄时阵呐，来唤醒着遮呀所有咧拄久诶，所有昏沉诶，遮灵力啦，也伫遮面啦，是安尼咱才会当讲真正来提醒啦。
精神就是要你倒转来出世间，找到你即马第八意识，这个无形的心，叫做阿赖耶识。这才是真正正神呐！啊，若鬼神哦，你就直接拜，直接求，念的这个给你，啊，念的迄个无给你，互你进退两难呐。无啊多，咱即马讲两相转呐。今日修持是要给家己有无？要行到两相转，外口啊，会当行到真水气、真鲜艳。内底啊，咱所有的啊，即种言穷啊不尽，咱真正能言呐、啊，会当互你家己你嘛测袂出来，因为我家己就测袂出来啊。明仔载要讲，啊，我嘛毋免讲大话教啊，哦，互我真正即个草稿有无？啊，我昨暝来背有无？啊，今日再来讲，毋免安尼。自然我徛伫遮心也清有无？即、這个自然的能量，互我一直用。这才是咱真正的顺家啦，照着天缘啦、啊，这个无灵啊，我一直传啊，所以讲我愈传会愈轻松啊，我的肝有哦，迄灵肝一直逼出来，啊，这是上好的，大家拢上惊讲，你即马这个灵的哇，遐湿气有无？你接袂出来啊，拍击嘛拍袂出来啦，拍击是咱只这个皮肤这个门根腔炎呢。今日我是用内丹呢，唔知过去我伫咧天地岩张建存里啊，好无？有一个为江西去的哇，望州山，一个道士无，做戴志尊，伊讲伊有做狗屁道术，伊是甲你讲的哦，唔是咱甲称呼的哦。伊拢睏到八点，啊，阮拢到七点有无？因为遐较慢天光嘛，七点就是咱遮的五点嘛。哦，啊，阮就去咧读册啊，阮就去咧上课啊。啊，叫伊起来有无？我讲戴志尊起床，伊讲我不起床。我讲你为什么不起床？我要练身体。伊要起来进前有无？十个手的肩头啊，拢练到结力落去出汗，甲脚嘛同款，唔爱洗身躯，面嘛唔爱洗。我要送伊面巾有无？啊，甲咱讲牙刷有无？啊，甲牙膏有无？伊讲我不要，我不必，身躯卖讲啊啦。穿五顶衫有无？较好诶，迄个穿伫中啦。啊，若要去迄拜访人有无？要出去有无？着穿遐新诶啦。啊，若无拢外口男诶有无？你毋茫看伊洗脚，所有拢毋捌洗，学做专精诶，一毛不拔。但是伊即个一毛不拔是羞气呢。啊，你若讲有诶冤家，还是讲有钱人有无？一毛不拔有无？你要叫伊做功德 ？No。根本无可能啊！啊，若开伫家己个身躯有无？伊着较济，伊嘛开落啊！一毛不拔是爱分讲，你现住时，会即马讲你个小气鬼，啊是咱现住时要收你个元气，有诶吹手歹气嘛？咱去了着光影影嘛？啊，你全真诶有无？伊着所有诶有无？包括咱即马讲伫庙啊咧卡迄个有无？较大块胖胖迄个有无？迄个书地啦，迄可能也甲咱差不多啊，讲边边啊花迄个啦，红平头啊迄个啊，伊若要洗头毛有无？爱叫梳船啊，遐梳子啊，有小梳子有无？甲洗，爱三四个甲洗咧，查甫留甲咱个脚头乌落啊，脚头换落啊，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气转过着瞬间，咱的心，伫咱。都新疆也好啦，青海也好啦，西藏也好啦，伊拢有一套哦，要甲咱遮个，咱讲拜拜遮个先神大德啦，哦，先神就是查甫个，哦，神啦就是查甫，神就是查某个，就讲查甫查某这个大德行个人啦。你即摆来无？伊甲你讲，所有个甲你介绍，济所缘甲你介绍，介绍到你恁拢好。啊，入未？大入要庙庙门尔有无？有人咧卖香啊，啊有人咧讲，啊你抽签免钱，改签十块。啊你即卖若讲签好诶有无？啊你爱买物件，买信物哦，边啊有咱即卖咧讲诶手珠啦，啊有一挂戒指啦，佛祖诶即个像啦，像所有诶像有无？你爱去买遐，
啊来敬咱母娘啊，敬母娘真正进前，你爱搁来一个开光点眼嘞，处处拢爱钱啊，甲你北甲光光啊。所以讲，咱个台湾人，阮拢出外口较接，哦，啊讲啊，这都拢台湾人，啊都爱行家己个，入个时阵来再来甲讲，啊这有物件无？恁若爱买，恁就买啦，无足重要，恁就免交关啦。香恁会当买二十块就好啊，啊是恁家己扎来家己点，啊若无阮才有。咱过去边仔有无？咱台湾香伫遐拢规包嘞有无？有人寄规件去个，咱是要来保护啦。因为咱台湾的信用有无？即卖已经行伫头前啊！爱大陆的也毋知安怎拜法啊！因为文革红卫兵无，迄时阵拢毁掉的嘛，所以讲会拜拜拢倒伫六十外岁、七十外岁嘛。福建的甲江西这边嘛，根本新康那边也毋知影啥物做拜拜啊！所以讲过去周公定礼的时阵，只有帝王、皇帝甲国王。甲咱姊妹咧讲个，即个宰相啊，爵位就对了，公主、辟主任，因才有法度拜天公。啊，若新个落来啊，包括咱姊妹讲，州长、县长、市长有无？这啊，拢是拜咱土地公。过去啊，百姓无福会当拜土地公尔。然后有无？有地再来封做封福啊，有无？毋才有咱姊妹咧讲个。福德正神，毋知讲左寿右济，寿就是咱正讲叫做福德正神，土地，这个福神；济就是咱今物来讲五国，较早咱有五国尔嘛，哦，毋知咧讲，稻啊，哦，甲这个粮，粮毋是高粱的粮，是食会饱的了，哦，粟就是咱正讲豆啊类。咱有十兆豆、五色豆有无？甲咱的籽有无？秧籽有无？啊，甲咱番籽。啊，再来麦啊，哦，麦啊是北方伊真正是爱食饱的嘛吼。啊，再来薯籽，哦，薯就是咱即马讲西啊啦，啊，籽叫做台啊。是安尼，咱才知影讲，即种加一个地瓜类话，咱才叫做六国。嘛，本来拢是五国尔，五国是麦。较早是麦，哦，啊，尾啊麦喎，是干那咧做油尔，无法度食会饱，才改粮。啊，咱才有讲这个六条，较早咧拜佛的正神拢讲六条兴旺，哦，六条叫马娘娘、鸡犬鼠，哦，所以讲是安尼，咱种种较早产生，咱的习惯咧拜这个土地公这种滋味，较早经典啊。拢是咱即马即个爵位，就是宰相以上咧读的。较早的人若要读夜经，困难啦。因为读夜经较早古典来，伊敢若读册无，读头二三十万去啦。一来就六十三岁安尼，嘛阁继续咧读啊，毋知阁交十几万去啊。啊，咱即马毋知有得咧无？八十外要九十万，是咱伊即条青天的真意。咱再来讲顺家老神啊，啊高殿你啊看我都带两面去了，伊所有的迄个老字有无，都藏袂掉迄个重要的啊，安尼伊嘛咧教学生。所以人啊，咱真正爱去求证，人是爱有福报呢，迄叫做生业。生业就是讲你在生啊，你过去有无，做好做歹啊，会去拄到贵人。来甲你讲破啦，啊无你一世人有无？生业一定伫足艰苦这个环境啊，互你爬袂起来，你足爱读嘛，看咧远啦，互你无机会啦。是咱有一条显著是的灵气，转过着心啊，会平和感。见咱爱是自然产生这个灵感，这是真正较特殊啦。但是咱要做的，要更加搁健全。今日咱有这个时机，大自然给咱这个机会，唔是咱即马去学的了。咱去学的是术的，三一命卜上要降杯。但是这个大自然的能量是胜过咱即马咧讲的有形的
力量骨来背。你若看起一间厝，起一间大楼，爱偌久啊？哦，上无啊，你若有本诶，嘛都爱三五年。但是一出火尔尔，你地动，都毋免经过两分，就甲你淹倒啊。所以讲，人啊，永远无法度胜过天诶力量，啊，只是咧妄想、拄拄想。是咱要来讲到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要顺甲这么顺啊！今日要讲的，你要出去外口看，一个人外表会当互你惊到，但是你甲伊斗阵啊，真正迄个歹处就露出来啊！今日咱是要知影讲，修行人敢有影真正真诶有真正假？你若去了解有无，你就知影讲。火烧功德林，火烧孤寮，全无望。这是观音甲咱讲的。观音伊是正法明，如来佛祖，为着伊要救人，再来讲道大诸旁，伊就本来就诸旁大至尊啊，再降落来菩萨，再演化伊的化身。化身是啥？伊即嘛要爱。这种报心应心，伊要来伫歹人的当中，伊就要照着现主时来应化。所以讲，观音伊才有三十二变，三十二化，包括伊三十三，唔知你讲三十三天，来到皇天，来到太极天，来到无极天，就是大罗光天，叫做咱三十六天罡。是咱一条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咱的天命，因为今咱用五根嘛，咱起码咧讲的这个心嘛，哦，因阿比说身意有无？这个意就是心嘛，用这个五加成，咱起码咧讲的，咱的色声香味的触法有无？这个五六三十嘛，再加无为无相，或者三十二相嘛，包括伊本身或者三十三相。是种种的界定啊，这是咧甲咱讲现主时啊，咱这种你要讲甲这个三十二定有无？是安怎这个来源啊？但是这是一个旧义啊，是一个有形的。今日要强调有形，输入啊，你即马这个心会深，搁再深有无？你会当强调这个味啊，甲伊渗透伫咱即马咧讲的这种觉性觉体内底啊。这才是真正咱的现嘛！今日你讲的，咱的超度，你为脚踏的有无？就是这鱼的水族，这鸡仔鸟啊，伊的灵就较弱嘛，伊就无迄个觉灵嘛。我你的身躯有无？你若修较好有无？你就感觉到啊。咱进前有去古水遐无？土地公遐有一个师姐啊有无？刚看咧拜拜有无？迄、那个行李有无？伊就。挡袂牢啊！迄条龙，就真正伫遐乌叫，就足袂自在，咁要走来走去有无？啊，恁经过两面甲处理有无？慢慢有无？伊就哭，真正佩服啊！算龙啊，你无甲安搭，龙也是同款过去世个啊，迄种根本啊，迄种根源还佫带掉咧。唔则讲咱人哦，你如果过去个害病就对啦。啊！你会生出来啊！甲你这气较弱无，你过去的毛病就生出来啊。是咱即卖要修嘛？要修过去遐污垢、遐废气嘛？啊，废气就啥？咱的恶诸事啦。咱过去上界无好个话，我常咧讲骂三字经迄个话，迄个心病难医啦，不忠不孝不明不不不足啊。是咱顺着这条灵天的灵气，咱要讲顺甲稳定，咱一世人现咱落家顺天神，转咱无形静落来，定发先天咱的灵气，转过着清净咱家己。好啊！
耶嘞嘿，吼耶嘞嘿耶嘞吼耶嘿那吼吼哈耶嘞嘿耶哦哦啊哦啊耶嘞哈耶嘞嘿，哎那那嘿哟耶嘞嘿哟耶吼。